晚安呢。默默，默默，默默，张默默，晚安晚安，谢谢孝贤的钻戒。等我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想请问一下，有人知道 iPhone 要怎么把 5G 关掉吗？因为我不知道我的方案，它好像是会自动降速，可是它一直显示 5G， 我就很怕它扣我的钱。但是我就是找不到换 4G、5G 的那个地方。我有点是手机白痴的感觉。我刚刚要干嘛去了？啊，我想起来了。没事，放在豆粉。好，我看一下，我看看哦。好，我进来了，你可以发了。好，实在是找不到呢。泡泡呀，小泡泡。小泡泡，是鸟都喜欢玩眼睛，可爱小鸟，宝贝呀，不要咬我，上来。大家晚安。挥手，挥手，挥手，做一个舒服的姿势。明天要去哦，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你之前有去过吗？好玩吗？我的六月会很精彩，先这样子卖个关子。等时机到了就跟大家分享。沙巴，你知道我上次在那个，最近不是有一个那个叫做鸭逼囧囧囧，有人知道吗？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地方，好像是一个海岛的地区吧，它就叫做鸭逼。然后看到我就觉得很好笑，鸭逼囧囧囧，像天鹅哦。鸭逼，它是亚洲的鸭。庇是庇佑的庇，我来查查看。
牙币嘛，牙币，中中中是还是其实不是币，庇护的庇，他就在沙巴哎、欸，他说这里叫做沙巴马来西亚，真的、欸，他就在沙巴哎、欸、，Hello 回回。它就叫做雅比，中中中，有没有听过这个吗？还是只有我看过这个？超酷的，哇，很漂亮哎、欸，哇，哇，哇，它的海很漂亮哎、欸。等一下，我再冲。哇，很漂亮耶，有大便吗？这个是吗？那就这样吧。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我真的是服了。OK， 就这样。漂亮哎、欸，但这里怎么暂停营业？好酷哦！哦，沙巴是一个地区吗？一个城市吗？问。哦，好难哦！哇，这个好漂亮哦！哇，超美的，超美的，嗯，哦，北婆罗洲，哦。很酷呢，哎呦，你就很讨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突然飞下来，汶莱，原来汶莱那么小哦。是是雅加达，我的地图上面很多很多点。很多标记了想要去的地方就有些是真的有去过，然后就是怎么讲，已经去过的地方，有些是想要去的地方很多都想去，因为没事只能逛地图，就逛一逛。出发吗？你在干嘛呢？你们最想去哪一个国家？有没有特别想去哪一个国家？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啊？啊？我给你一个位置。你在做什么？嗯？克罗埃西亚，哦。好像很不错嘞，哦，行
动服行动数据事件。哎，那我那天点了，为什么我没找到？欧莫自动模式。同时继续。所以我现在只要知道我的方案到底会不会扣款就好了吗？我看一下上网功能设定，不是这个，基本设定。我的方案是什么？我的手机的方案，你可以不要咬我的指甲吗？我的手机的方案，查看详情。10GB。没有看懂。所以说应该是终端设备，我发现绑约期间4G行动上网吃到饱啊，所以说哎，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哎，才算流量的方案吗？我其实没看懂。不知道，待会问我妈。没有看懂，什么意思？呀！你不要在我的。很奇怪，你还挑白的地方拉哟，还好没有沾到。你在干嘛？你在劈腿啊？去现场看才有感觉。哦，谢谢。是哪一只手机啊 ？iPhone， 有刘海的 iPhone。哦，我突然想到，今天31号哎。这次要用哪一张照片呢？我的芒果 number two， 因为我妈刚好有来看，所以就顺便喊一下，差不多是这个概念。选成相机了啦，
我还有哪一张没有用过？好开心，嘿嘿。我觉得我这个月好像蛮幸运的。等我一下，我来看看。哦，还没有用过。哦，用过了。我来看看用哪一个图好嘞，哪一个图好嘞？你是不是喝水呛到了啊，笨蛋，小笨蛋。你们等我一下下哦。小笨鸡，六月了，六月了，各位，要六月了 ，Oh my God。我好想念我的金色头发，怎么办？有一点很想念我的金色头发。染回来不行不行，太可怕了。算布丁不算，这叫渐层。我不管，这叫渐层，这叫做渐层，不可能是大布丁哎，那是巨大统一布丁，巨大统二布丁。我是不统一丁，不知道在讲什么。真的很想念金发，怎么办？金发是好看的吗？不行不行不行，不能动摇，我现在就是要黑发，就是要黑发，不要再动摇了。嗯，真的是，我为什么没有用过？
这一张，就是它了。内心证明你已经动摇，对，我动摇，但是不可以动摇。虽然动摇，但是不动摇。不知道在讲什么。不可以。这个是，好了，我要去把我的底下拆掉了。你看，这才是我自己的头发。我要把它拆掉，跟这个东西说拜拜了。但你们觉得我要染黑吗？我很极端的，要不是最浅就是最深。哈，不知道你在干嘛？你在干嘛啦？张默默都在吃饭了，你在那边晃晃晃。要这一张还是这一张呢？不要再用，不要再咬我的手了，是不是欠揍了哇？啊？但是这张的项链没有戴好，哪一张好呢？嗯，我在准备待会要 PO 的叫什么阅历，对吧？这个叫阅历。准备好了，你们要现在发吗？为了避免我整点就睡死了，如何？为了避免晚点我就忘了，我真心觉得我的脑子有问题。到底要讲几次？我就是觉得我的脑子有问题，怎么办嘞？放这张吗？好，不要再纠结，到底在纠结什么了，张如霖？到底是在纠结什么了啦？
这样吧。我觉得是po了一年还在po，还在po同一个地方，可见我多爱这个地方。明年继续。我要现在发，我们现在来发吧。你的屁股挡住我看我的画笔是什么？六月快，六月六，好了，算了，整点再发好了，晚一点再发。这组照片那么多吗？开玩笑，拍好拍满。我前面的格式是什么？忘记了。好，整点再发。耶！十分的开心。压笔，我们刚刚前面在聊什么？来，我来看一下。我来看看，灰黑也是可以。怎么办呢？发色要什么呢？你要想去哪个国家？对，好像是。我其实现在最想去的是意大利，因为我自从看完那个《托斯卡尼艳阳下》，我就一直很想去意大利玩。那是我目前算是最想去的国家，可是就要时间长一点才能去那个地方。对，毕竟也是蛮远。小兰，嗨，小兰，肯定要一个礼拜以上。对呀，这是啥呢？Hello， 对，礼物怎么送？意大利不错啊，虽然治安开，治安就还好了，不是什么大问题。我是这么觉得，而且我比较属于那种旅游出去，我想要自己规划的，可是感觉意大利还是跟团会比较好，对不对？如果真的要去的话，可能要看看明年的连假有几天，不然也是没有办法去。跟团比较好，对，也比较安全。意大利，然后，哦，你在偷看我吗？哦，我看得到他哎，对，
或是第二想去的地方应该是法国或英国。语言来讲，现在语言都不是问题。ChatGPT 在手，天下都可以走。我现在发现，哎呦，我现在发现，真的 ，AI 是一个很厉害的发明，很厉害的一大进步。而且它比 Google 翻译好多了，它也可以解释两个词之间就是意思表达差在哪里。对，所以我觉得很棒。 AI 课程，好像很棒。他会推荐头啊？会吗？啊？对，反正我有一次我就是在找一个句子，然后它有两种说法，我就想知道两种的差异。对，鸟鸟在这，鸟鸟上来，然后它就很明确的就讲出两个词意思相差在哪里。但是我跟你讲 ，ChatGPT 也有搞笑的时候。我忘记我那个时候是问他，我记得我是问他两个点吧，两个景点。然后两个都是 shopping mall， 我就想问他，就是这两个比较推荐去哪个地方？他就说第一个 shopping mall 好 ，shopping mall 一 ，shopping mall 二。他说 shopping mall 一是当地著名的购物天堂之类的，就是这种解释。然后就说可以去那边逛街啊，买东西，然后也有一些艺术的展示，所以可以打卡拍照。 Shopping Mall 2， 他说我忘记他说那是什么，他说这是一个著名的景点，然后反正他就是解释的跟 Shopping Mall 完全没有关系。他好像说那里是一个沙滩还是什么，我记得反正就是错得很离谱。他想说请问是我的资讯错误吗？就明明那个很写的很明显，就是我查的就是一个 shopping mall， 他回我说那是一个沙滩，然后我就反问他，我说请问这个地方不是一个百货公司吗？他就说哦，真是抱歉，我们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谢谢你指正了这个错误。对的，没错，这里是一个沙滩。然后想说，请问是现在是我的脑子卡住了，还是 AI 的脑子卡住了？我不知道他在干嘛，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反正就是蛮好笑的。他资讯不完整，但是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很不知名的地方，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它不是一个很付钱他才变，那他还是就这样吧。你为什么在这里这么可爱啊？小胖胖鸡，嗨，你好可爱啊，宝贝。还有 Sparky 白，但反正就很好笑，而且重点是他还会道歉，就饼干跟真假的啦。然后嘞，付费了之后嘞，他推荐你的什么？一颗还没熟的柠檬。推荐柠檬，真假的啦？真的假的啦？是假的吧？是假的吧？真的假的？
等我一下哦，你们等我一下哦。会更新比较近期的资讯，真的假的啦？太厉害了吧！哦，但反正我现在就是做什么我都问 ChatGPT， 他是我工作上的好伙伴。AI 会取代人类吗？不会。其实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有一些像，应该是说，比如说 AI， 它是动脑嘛。但是需要实际操作的东西还是需要人类啊，所以不会完全取代，但是有一部分它还是功用蛮大的，对吧？总要有人去执行 AI 生产出来的想法，所以不完全，我的感觉是这样。哇，谢谢小兰。小兰回来就成为了家族成员。有机器人呢，但一定怎么讲，又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给机器人用，对吧？对吧？那就是会机器人统治世界了。没关系，反正我们也不会活到那个时候。我自己是想这么想的，应该吧，应该吧。等下一代再说，等重生之后再说。好像不用那么早想这件事。我最近一直有一个，也不算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蛮好奇的，就是我们不是会思考人重新投胎这件事吗？那就很好奇，到底重新投胎之后，你觉得时间线是一直在走，一直在走，一直在走，然后每一轮投胎都会到之后，都会到之后，还是？时空就是一个乱序，然后每一次投胎有可能会往后或是往前去，对，你懂我的意思，往后投胎，对，时间线一直在走，你觉得时间一直在走，通常都是时间往前走，可是时间这个东西也是我们现在这个人这一代的想法呀，你懂吗？就是不一定，不一定。平行时空，就是人类感觉对这个东西，对对对，对认知都还太浅，所以这只是我们现在以我们生活的当下，说不定现在已经有人在研究我们了。是不是也蛮酷的？有可能不知道跑到哪个时空，对啊，所以就蛮特别的，好像还不错。哦，谢谢小兰的恋上你的味道。对呀，我最近很喜欢看，我最近吃饭都在看《奇葩说》，虽然之前就看过，最近又看回来了。然后他就是辩论赛嘛，就是正方跟反方就会一直讨论一些东西，我很喜欢看这种脱口秀辩论赛，之前还看那个吐槽大会，吐槽大会，对，很喜欢看这种东西。我
都会听他们说话，然后听到睡着。辩论很难，我觉得是说你要说服大家，你要说服大家去认同你的观点，对吧？要放 MC 里吗？不行，我们可能讲不好。很好笑，我觉得蛮好的。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看得蛮开心，但反正最近就在看《奇葩说》，很多奇葩。主要是因为他们讨论的题目其实都还蛮贴近生活的，所以还不错。呛人大会或蠢人，真假的啦？原来你是这一挂的，是不是？我不行耶，就是口才没有特别好的一个人。而且我觉得我没办法去参加那种节目，是因为他们都还要。怎么讲，你要听对方在讲什么，然后会有开杠环节，就是一分钟的你一句我一句的辩论，然后就觉得我可能听完他我就忘记他在讲什么，我要怎么反驳他呢的那种感觉。而且脑子会跟不上，嘴巴会跟不上脑子，脑子会跟不上嘴巴，嘴巴会跟不上脑子，好像都是，反正就是跟不上，就像现在，对，所以就，抽正反方，对，但因为他们的正反方算是自己选择的，而且我觉得有些题目其实你本身评分的人就会自己有一个自己的立场，对，所以我不知道哎，我就看过那种，虽然他是反方，可是反方的人讲得不好，所以他也没有投给他的那种。对啊，没有一定的公正，就是这种东西还蛮按照他们怎么讲，就是。你也不确定当天到底会是怎么样。Hello 啊，很难说服别人。对啊，是的，其实是也要看运气吧。其实，我除非是睡得很饱。脑子特别清晰的时候才有可能好好讲话。还讲得很好，真的很强。对啊，可是我觉得这样就真的很难，因为你就是等于是在，你也要先说服你自己嘛。对，吃饭中，这个时间在吃饭中，你在夜店呢。下次见，谢谢小贤。蛮好的，推荐给大家看一下《奇葩说》。夜店还没看是吗？是哦，我不知道，我没去过，我倒是真的还没去过。但我觉得夜店就很吵，不是吗？我们光唱个 KTV 就可以吵成那样子。理解别人的看法，就是你也要去猜测别人对方的观点会是什么，然后你要提前准备好要怎么反驳他，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牛排馆，夜间牛排馆，会被人群淹没是吗？是这样子吗？不会特别想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太挤，是吧？看那种真的会有人上去跳钢管舞这种东西吗？来自韩剧里面的夜店，只看过这种舞池中间啊，
是吗？钢管舞，好，钢管舞已经过了，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是吗？只有 DJ。我们是怎么聊从要去哪个国家聊到这里的？不知道。张默默，你在干嘛？他不知道在干嘛。张默默。自己乱跳，我们还从穿越时空聊到这边，我们还聊到 AI， 咬我嘴巴吗？不太会，不太会，宝宝呀，好可爱哟，好可爱哟，小胖胖，小胖胖你好可爱哟，我就很爱乱聊，我的话题都比较。跳一点，还不错，挺不错的。哎呦，是我的鼻子。很突然就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讲到这个，已经忘了，这就是不能辩论的原因。我不要让你咬，不要让你咬，不要让你咬，啊！哎，我今天不是 PO 了那个吗？龟迹的那个，我就要推荐大家喝一个。我都喝蜂蜜四季春加珍珠，很好喝，真的很好喝。蜂蜜四季春真的超赞，请去买它。但是 Oh my God 的好喝，蜂蜜跟珍珠是不能调甜度，对它也不会说到特别甜，对，挺好的。可是如果你真的不爱喝甜的话，就点一般的四季春就好了，因为我觉得龟迹的糖也不是那种假假的糖。龟迹的糖其实挺好的，我之前就很喜欢喝他们家的。然后如果你喜欢喝奶茶的话，虽然不是四季春系列，但是你可以点那个铁观音奶茶，奶茶改成底是铁观音的，哦，很好喝，加野果，真的还没有加过野果，因为我还蛮喜欢他们家的珍珠，所以都只加珍珠。你都喝维糖，芦荟不好吸。我妈上次有喝芦荟，但我没有喝。
还剩一段，真的假的？有些店需要半糖，如果你会需要点到半糖的话，你就喝蜂蜜吧，蜂蜜挺好的，蜂蜜挺好喝的。蜂蜜的甜不错，是吧？是吧？哦，你的脖子好长哦！哦，你的脖子那么长哦！我的脖子不能长，伸不长。为什么你的脖子那么长？嗯？哦？嗯？我不行，对，我不行，我不行。我的脖子短就是真的短。不行，没办法。我还想去看一个东西，叫做蓝眼泪，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对，马祖吗？不是澎湖。哎，我地理真的不好，我的地理真的方向感是好的，但是地理不好。金门也有。挺好，反正就是想看那个东西。就这样。然后想去泰国放天灯。泰国的水灯节，洛杉矶也可以，洛杉矶也有。然后想去哪呢？还想去哪呢？想去这个倒真的还好，但是我真的蛮喜欢它，就是现在东京迪士尼不是有 Rapunzel 吗？有一点想去。但又没有到特别想去，可能去到那边就会特别开心吧，但是没有说现在就哦很想去的那种地方，就还好。东京迪士尼因为是新的展区，然后人就会多到爆炸，所以可能还好。蓝眼泪最漂亮的时候，很想，这个就很想去洛杉矶。为什么是那个洛杉矶？越近越想去。没有，其实我最想看的蓝眼泪不是这里的，是澳洲的。是澳洲的，因为我查到澳洲有蓝眼泪，很漂亮哦，所以就对。澳洲也不近，但我就是想去。然后呢？出发个头，人家赞助吗？旅游基金，以下是我的账户，7709。前面忘记了，哎，
7709。还有什么？我还想去阿姆斯特丹看郁金香，但是时间已经过了，所以明年再说。然后我想要去芬兰过圣诞节，都是一些就是对人生清单。对对对，去找圣诞老人，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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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你懂。去看极光，去纽西兰皇后镇滑雪，这都是我的人生清单。还有什么？机关还没，对，所以很想去，想要坐雪橇，感觉很棒，然后睡在那个透明玻璃屋。然后呢？还想去哪里？去西班牙，西普。我要坐北极特快车！我要，我很，你知道，我小时候，应该是说我表弟小时候，我阿姨都会放北极特快车。而且是看了 N 百遍那种，还要看哦，北极特快车，我就会跟着看，哦，好像很不错嘞，所以要做，一定是要做的，只要去了就要做。我就是在那边直接破产，哦，哎、欸，真的假的？你们避旅游览车在放北极特快车？是哦，我以为那是一个比较小众一点的电影。上海旅行，你真的很爱去迪士尼，对不对？那到底要不要去找一下，找一下我的乐佩呢？我的乐佩多爱，超爱。是波基，阿波阿波波基，你好。反正就是有很多很多要打卡的，我还想去土耳其坐热气球，想去新疆穿那种他们的服饰，想去沾花，想去蒙古骑马，蒙古是骑马吗？反正就是差不多这种行程。想去埃及看法老王，想去我清单太多了吗？还好啦，想去澳门体验那种纸醉金迷的感觉。已经是在作文了哟。笑死。想去洛杉矶玩跳伞。想去纽约 City Walk。弱掉弱掉，纽约做什么？去纽约做什么？去纽约做什么？去纽约找我表姐。哎，是吗？她在纽约吗？应该是吧。去希腊，
那个不知道叫什么，没关系。去纽约跨年，是不是？但是没有人跟我亲亲，是吗？纽约是吗？是吧？大家会一起在时代广场上面跨年倒数，然后就会亲亲，就没有人跟我亲亲。我才不要跟国庆远。希腊看神殿，不对，希腊是要去那个。不知道叫什么，看一下，希腊，我想去马德里，不是一，想去希腊，雅典，就是有一个港湾还是什么的。没有这个地方，就是那不然蓝色屋顶白色房子是在哪里？不是在希腊哦，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蓝色屋顶白色房子是哪里？知道是希腊对吧？是希腊吧？没错啊，只是我不知道在哪里而已。我不知道在希腊在哪里而已。比雷，不是那个比雷，爱琴海，卡拉马塔。哦呦，这个地方好酷嘞！神话是吗？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阵子我特别爱看，就是关于希腊神话的书，因为我阿姨有一本这样子的书，那他就是在讲各种神之间的故事，完蛋了的故事，哎。就是这样子，神很多，对，就是这样，所以想要去，谁又闯祸？对，谁又跟谁怎么样了的那种？对，我找到爱情是，我没有爱情，我不需要爱情，我们来换个地方。为什么我不知道那个点在哪里、啊、我看一下，我们来问问万能的小红书，希腊，哦，是这里，这个是什么地方？去希腊啦。我也要拍这种影片。哇，好漂亮！我要去。哇，好好看哦，沿途风景。为什么要有亲一个？可以不用亲一个。哇，这里叫做什么？我就是想要去这种地方。这个你们懂吗？希腊都是这种图，但是他没有告诉我在哪里。
这是哪里？对啦，圣托里尼是不是？圣托里尼，我是想去圣托里尼。对，找到了。我刚刚是在想这个名字，但是我不太确定。圣托里尼，然后呢？想去冰岛看黑沙滩，想去瑞士坐那个火车，想去威尼斯。我意大利真的很多想去的地方，玩不完玩不完。还想去丹麦，去丹麦做什么？哥本哈根，去这个头，对，想去赫尔辛堡，因为它很漂亮，没有为了什么，就只是它很漂亮。想去挪威，挪威是吃鲑鱼吗？是吗？不知道，没关系，就是想去。我想去北极。找北极熊，去南极找企鹅，去巴西找巴西龟。再给我乱讲，再给我乱讲。去阿根廷看足球，是吗？我不管，就是想去。去墨西哥吃卷饼。现在到底在干嘛？我反正我都想去，就是这样子，没有别的，就是都想去，没什么好说的。我想去呱呱呱，知道呱呱呱在哪里吗？瓜地马拉、尼加拉瓜、厄瓜多，然后再去龟龟、巴拉圭跟乌拉圭。有巴西龟，哥伦比亚去哪里？卡利，哥伦比亚，哎呦，好漂亮哎！通常要怎么就是看说我想去哪个国家呢？就是点那个国家的字之后，它第一个跳出来的图如果是漂亮的，我就会想去。巴拉圭，巴什么东西？想去加拿大，去加拿大做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就想去多伦多，头没头，不知道在干嘛，已经不知道在干嘛。点你们会出现哪里？什么意思？我想去爱尔兰、都柏林，想去爱丁堡，听说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很漂亮，真的很漂亮。我跟你讲，爱丁堡为什么最想很想去？因为它的介绍页上面每一张图片都是漂亮的，这个就可以，就像是捷克。他每一个介绍一点进去都是漂亮的。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很漂亮。去汉堡好了，去巴塞罗那，感觉会被
会比较危险吗？那个地方不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做象牙海岸哦，这是一个国家吗？啊，好酷哦！这个国家就叫象牙海岸，海岸。哇，多哥、贝南、查德、尼日、刚果，我在寻找我听过的地方吗？请问，辛巴威就是那个辛巴威币的地方吗？废话，在讲什么？哎呦，也很漂亮哎。感觉很热死。吉布地、也门，哦，好酷哦！这是阿拉丁的地方吗？阿拉丁是阿拉伯。我在讲什么？不要理我，没有。我想去跟狮子玩。哦呦，这里很漂亮耶，感觉如果我有钱的话，去一下杜拜之类的。阿拉伯，不知道啦，都想去啦，就都想去，什么地方都想去。去俄罗斯跟熊拍照，被熊吃掉。好了，环游世界完毕。俄罗斯为什么俄罗斯先不要？俄罗斯有很多美女嘞，怎么就不要了？现在不一，不是现在，都是说说而已，都是说说。去佛罗伦斯吃佛罗伦斯海鲜意大利面，才不是这样子。啊，不管了，反正就是都想去，没有什么好说的。佛罗伦斯，对我，你就知道我有多想去意大利。意大利当然是我现在最想去的国家。文艺复兴的起点。我们已经环游世界完了，我坐到屁股都麻掉了。欢迎回家，回到现实了已经。明天会下雨吗？我发现我的 iPhone 天气都不准，他每次都骗我。他说会下雨，就没有下雨；他说不会下雨，就会下雨。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来看看明天的天气。今天有到33度，最好是，真假的？今天有这么热吗？明天会大下雨欸，明天有80%嘞。Oh no！ 我先睡了。明天有80%嘞，怎么就80%了嘞？
澳门附近有台风。对，最近是不是有台风？大大的是花。看出来了吗？是一朵小花花。我的办公室也有一个，这里也有。小兰晚安，谢谢你来找我。对，是大花。我睡着了。大花，看什么看？这不能戴脖子，不行，这不能戴。这个就不能拆掉，就不能戴脖子。看得到吗？它是一个花，一个大花。只能做屁，没有做屁。你不要咬我的眼镜好不好？可以不要咬我的眼镜吗？可以不要咬吗 ？Hello，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不要再咬我的眼镜了！啊！张宝宝，你又要拉屎，你又要拉屎，是不是又拉屎了？对，臭娘！也要跟你哥一样改名叫做屎尿毒。跟你哥一起改名叫做屎尿多。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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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是啪，叫鸟屎，不一样，不一样，不太一样。OK， 我理解那个差别吗？那个跟啪不一样，不一样。那是你幸运啊！你有去买乐透吗？有没有去买一些乐透？啾啾啾。感受一下地震，昨天晚上有地震，我有感觉到。因为每次在家里的时候，地震都是我就是躺在床上滑手机，然后我的脚就，因为我很喜欢把脚这样子这样子缩着，然后我的脚就会突然这样开始晃，想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哦地震。然后有一次半夜的时候有地震，我一直以为是我妈跑来咬我，不是那个咬我，是咬我。因为小时候要上学的时候，我都会赖床，然后我妈就会这样，一直这样，然后叫我起床，所以我就以为是她来这样子咬我，想说，哎哎，哦，地震，笑死，笑死。
个力道是不一样，是吗？是不一样的，差不多了。我们要准备念榜了，各位，准备念榜喽！站好哦，准备念榜喽！我已经要睡着，好的，来念榜喽，喽喽喽！人，哎，等一下，我跳跳，念了 ，OK OK。第十名是戴戴，谢戴戴。第九名是小杰，谢小杰。第八名是剑骨，谢剑骨。第七名是咚，谢谢咚。第六名是樱桃猫，谢樱桃猫。第五名是天佑，谢天佑。第四名是中影，谢中影。第三名是 Sparky， 谢 Sparky。第二名是孝贤，谢孝贤。第一名是小蓝，谢小蓝。嗨，虽然小蓝听不到，但是谢谢他。爸爸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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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爸爸。就是要睡了，我是一个老人呢，我是一个老人的作息，每天早睡早起，身体蛮好的。OK 了，那我们就是下周四见，下周四，拜拜，拜拜，下周四见喽。